先和你们讲啊，你们都算是侍奉者，所以啊，原则上你们呢，都差不多完了。为什么完了？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侍奉者都会成为侍奉的奴隶，而不是侍奉的发动者。我成为一个，我是一个侍奉的人，因为我是个侍奉的人，所以侍奉成为我的主，我成为侍奉的奴隶。所以啊，我劳苦的方向出了问题，我劳苦的目标出了问题，我劳苦的方式出了问题，我劳苦的原则出了问题，我劳苦的结果出了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主叫我们侍奉，而我们在侍奉里常常不知不觉，经常不知不觉，而且无可奈何的不知不觉，为着侍奉忘记了主，所以啊，就白搭了，侍奉变得没有价值了，懂不懂？说你劳苦吗？我们一定劳苦的厉害。弟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跟随主，这个服侍主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们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侍奉啊，我们是个侍奉主的人，可是到后来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主耶稣啊所要的不多，连主耶稣变成一个旁边一个像我们的奴仆一样的一个听差一样的，连我们的侍奉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告诉主，都是告诉主你要祝福，然后我们要做什么，主你要带领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主你要跟随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主求你与我同在。我们很少问主，主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特别我们一个家风嘛，我们的家风啊，这个说实话也是蛮凶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这些侍奉的人，我们都完全在一个规矩的里面，谈一个人就记名字，我就觉得这个行吗？这个行吗？到后来名字一大堆，有没有负担呢？能不能真的做呢？这个不敢讲啊。那到后来啊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落在那一套里去了。然后看见一个人来聚会了，你就感觉感谢主啊，有个人来聚会了。我们有一个步兵操点，就是侍奉操点，在这侍奉里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这样，忘记了啊，我们侍奉是主，如果主是活的，我们的侍奉啊就一定要是活的。主是活的，你是侍奉主的；主是活的，你的侍奉一定是活的。如果你的侍奉不是活的，你的侍奉是有规律的，你的侍奉是可以用报表来报出来的，你的侍奉是可以啊给人看见的。不说这个不好，那就多多少少你说出你要小心哦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可能没有在侍奉主，你可能在做一个工作，你不小心你做一个工作就忘记了做工的主了，做工的主不在了，而你工作你还在做，那个价值啊就失去了。所以我现在愿意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今天你愿意来侍奉了，我也成为个侍奉主的人，我来侍奉了，我开始我要来侍奉了，是什么东西充满我？那现在你来服侍主了，我先问你，是什么充满你叫你来服侍主？你思考的是什么？你看见的什么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你盼望的什么？你愿意得着的是什么？那个才要决定你到底会不会服侍，能不能服侍，能不能产生出合一的果效来。它不是一个 menu 啊，又该出门了。我们讲早晨什么？我又忘记了啊，挺胸昂首的出去。下午什么？垂头丧气的回来。那个就不是充满，那就是去做一件事。我因为做这件事我去做了，那我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我喜乐，做失败了我沮丧，
他没有充满你。你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应该呀、啊、有一个我巴不得。那现在我来服侍主了，什么充满我？这个主的话什么这个好像不太对，重新讲，重新讲，主的爱好像也不太对。什么东西应该充满你，叫你这么来服侍？擦掉吧，主的爱也擦掉吧，主的话也擦掉吧。你没看见我们都来服侍是吧？突然问你，你来服侍，你到底什么东西充满你，叫你来服侍，或者你盼望什么？突然你发觉，哎，好像没想过，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服侍嘛，就是尽职嘛，那么你到底什么东西充满你，叫你感觉我要在这里好好来负责？你不要小看哦，懂不懂？你要念一个大学，念一个系，有个东西充满你的，懂？你考大学的时候，好的，认真读书的，有个东西充满你的。你要追求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，姊妹追求个弟兄，他一个东西是充满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想有一种成就，他一个东西充满你的。现在你要来服侍了，像我还是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来服侍了，到底什么充满你，叫你来服侍？无论如何，你现在来看看啊，是主的命令啊，都没有错嘛，主命令我们服侍嘛，弟兄姊妹没有错嘛，我们服侍教会嘛，我身边的人我挂心他，这也没有错嘛，名单上的人也没有错嘛，当然主的见证那个就搭得比较上路了。什么东西充满我，叫我来服侍？我是为着主的见证来服侍的，能不能清楚？还有呢，主耶稣自己，这也很对嘛，教会生活我要服侍了，我要有主，为着主的见证。那罪呢，也是对的嘛，我看见我的软弱了，然后我看见神的旨意，神的需要，是神看见自己的罪，看见人的价值，看见基督的荣耀，这是一篇很好的道哦。从神的旨意开始，懂不懂？讲到神的需要，然后你是一个罪人，可是你是很有价值的，为着神的荣耀，它是很好一篇信息啊。然后下面主心头的所要，这也是对的。主啊，我看见你要什么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主的需要是人，第二个是教会，就是人，人就是教会，所以这个地方稍微吃力了啊。主要什么呢？主要的是教会。那他说那个主的见证，主要的是一个见证。下面说到我是跟随主的脚踪了，我乐意分享了，我有主的吸引，都没有错啊。你反正恐怕从开头啊，这个从开头你要大概很清楚啊，服侍主绝不是做一件事，服侍主是根据我有一个看见，这个看见你也可以说是我的启示，也可以说是我的意向，但是认真说，我用这个字充满，这个看见是充满我，叫我呀在这个之外呀排斥一切的事物，在这个在我在这个之外呢，这个排斥啊一切不需要的，我认为不合适的，我只专注在这些事上啊。什么呢？我就黑板上这么写写看啊。第一个当然你知道是主啊，为什么我要来服侍？我是为着主来服侍，我爱主，主的爱激励我，我跟随主，我奉献给主，我是属于主的，所以我要做主所要我所做的事，所以我是完全连于基督的，完全连于主的。为什么服侍？第一个是主，第二个呢，不仅是主啊，我的服侍啊是为着主的见证，就是教会的，是主，是教会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两个好像是基本的，所有我的服侍不是为着人数啊，不是为着传福音怎么得人，当然你要学习看传福音怎么得人，但是啊，不是得人呢、啊、就能满足神啊。这个有些地方就觉得我们的路不对，我们啊应该想一个新的方法，厉害来得人。我常常警告他们，我说啊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酒和皮带是分不开的。你要想卖，也想推销，也想推广主给我们的丰富，基督教那个皮带装不进去的。
他不配的。你想用那个方法，你一定失败。到后来，主的丰富会从你流失，人数也不会得到。那我另外一面，就算人数得到了，我的问题还是，人数得到了有什么价值？人数得到了有什么意思？多少万人，多少千人在这里，有什么意思？这是主所要的吗？难道主会因为这个就满足吗？弟兄啊，不会的。因为第一个，他的确是宇宙的主，对不对？他是创造万有的，托住万有的，也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啊，他成为我们的一切。而他这一切呢，又是借着教会见证出来的。所以他要得着他的教会来成为他的见证，对吧？我们来服侍了，我们完全要为着主。所以啊，没有主不要服侍，缺少主不要服侍，是与主不相干不要服侍，不要做一个 busybody， 喜欢忙来忙去的，也不要做一个 answer man， 懂了？教会中各种的事都来找我，我就给他们答案。弟兄啊，不要，因为这不是基督。我服侍就是基督。我今天来问一个问题，我在这里服侍了，经过我的服侍，弟兄们的基督增长了没有？弟兄姊妹的基督扩增了没有？弟兄姊妹和基督的关系加强了没有？弟兄姊妹在基督的认定坚定了没有？如果啊，主在他们中间，在我的服侍里，主在他们中间不行，那什么都不行。因为 Billy Graham 那么好一个福音团，当不了什么，给他儿子了。他儿子曾经是个 playboy， 骑个那个哈雷啊，骑哈雷摩托车，跟那个摩托车群跑来跑去那么一个人。有一天也悔改了，悔改以后就把他爸爸这个事业接过去，就 Billy Graham 那个campaign 了。当然这都是很属灵的人啊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主多难呢？自有主多难呢？你以为有主容易啊？只要你有服侍，你都不小心会离开基督而产生自己的选择。服侍主的人充满他的就是主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不觉啊，有个基督之外的事进来了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朱苏姆还在的时候，他早期会说，朱弟兄啊，某个人啊，只要朱苏姆讲，我马上完全不打，我就走开了。为什么？教会是主，如果我姊妹可以告诉我做什么，主耶稣在哪里，他其实他从来不会告诉我做什么，他会推荐某人不错啦，某人怎样啦，某人今天找我有什么难处，我觉得很容易解决啊。我告诉你，教会中自有主，自有主啥都没有，不简单啊。两个家风不一样，实行不一样，带领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，但是都是教会嘛，不是都是基督的教会吗？你看啊，不知不觉他就有一个想法，我是在这里培养的，我再看看那里啊，不太对劲。你懂我这句话吗？你不要小看呐、啊，那说出什么？说出也不一定有基督，也不一定有教会，只剩下我们中间的文化。我在这个教会待这么久，我这个教会有我这个教会的文化，我就住在这个文化里。还好小姊妹是很乖的一个孩子啊，我跟她讲说，姊妹啊，记不记得我跟你讲两个点？我说第一个，所有的教会都是可爱的，因为教会是基督。然后怎样呢？因为基督，你爱的是基督，服侍是基督。第二个是，你一到那儿去啊，很多要学，我也很有负担啊，我把自己啊交给你们负责的弟兄，或者请你们帮助我合适的在这里过教会生活。你很难认识哦，你服侍的是主，
你看见的是教会，你自己是为基督而活，活在教会生活中，这教会显在一个一个地方上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我看见主了，我看见教会了，我要看见啊地方教会啊，地方教会，这些地方啊都成为啊充满我们的。服侍主不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光是只有主就不容易，然后光是只有看见主所要的教会不容易，然后主所要的教会显在一处处地方上是绝对的不容易。一个服侍主的人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我这些最基本的看见，这是叫做意象的看见，还有一个就是实行的看见。意象的看见我要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的清楚啊，我完全是为着主的。在这个聚会里啊，如果我们唱诗，他是为着主的啊，就如果我们为主说话，他是为着主的。弟兄啊，今天我们说只有主，我再和弟兄们提醒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是啊，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知道只有你不容易，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祷告，主啊，凡是什么时候我没有你，求你不要让我过去。要有一个大胆的祷告，主啊，什么时候在我这个服事里，或者是一件事物，或者是一篇信息，或者是一个传讲，或者是一个教会中的活动或者举动，这些东西啊，不知不觉取代了主自己的时候，主，求你自己来提醒我，拦阻我，叫我不能不活着只有你。这个就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啊，当我这样有主的时候，我是在教会生活里的，我是为着教会的。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是为着主的见证，主的见证就是主，而不是有主，是有活出来的主，是有活活的主，是有给人看得见的主，是有给人摸得着的主，是有给人感觉到主同在的主。这时候啊，主的见证出来了，我不但要有主，我是为着主的见证的。有主的见证啊，什么都好。你是不是啊？到后来啊，关系都不多，都是有主没有主，有主什么都好，有主教会自然在那里，而教会的显出呢，一定是在地方上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没有主就没有教会，没有教会就没有地方教会。如果有个地方教会，它一定要有主，一定要有教会。如果有教会，一定要有主。你是不是地方教会啊？哎，那一定是教会中的一个地方教会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没有一个地方教会可以讲我是个地方教会，我是独立的，我是向主负责的，我是怎样怎样。不，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是教会，就是基督身体显在一个地方的见证。反正啊，教会没有独立的。你从开头要很清楚啊，许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地方教会的，这是真的。地方教会的行政是独立的，这也是真的。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讲这个啊，这也是真的。但是啊，在原则上充满你的第一个是主，第二个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第三个就是我所在的地方教会。当我为着我所在的地方教会而忘记了众教会的时候，忘记了基督身体的时候，充满你的已经开始有问题了。充满我的不应该是我所在的地方教会，当然我在这里住，我在这里生活，当然他们影响我嘛，我也劳苦在他们中间嘛。
当我劳苦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影响我的时候，我里面是很清楚啊，我里面很清楚啊，我绝对不是为着我所在的地方教会，我是为着教会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显在许多的地方上。所以啊，我在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挂念着，也乐意和旁边的教会、邻近的教会，甚至有遥远的地方教会有合一的交通。阿们吧。这个充满你的认真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仅仅是，不可以仅仅是，不说不可以是啊，可以是，但是不可以仅仅是地方教会，是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为着基督的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众教会。阿们吧。那我这样为着众教会，又不是为着众教会，而是为着主来得着他的见证啊，他的居所啦，他的彰显啦，他的荣耀啦，懂这些吗？所以你里面啊，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。今天我来服事了，有一个东西啊充满我。什么充满我呢？主充满我。主怎么充满我呢？主要我来活在他的身体里，活在教会中，来服事教会。当我来服事教会的时候，实际上我要服事我所在的地方教会。我不服事我所在的地方教会，我就没有办法服事教会。但是当我服事地方教会的时候，如果我忘记了我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，每一处的教会都是为着众教会的，每一处的教会都是为着众教会的成长和发展的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你里面啊就会有一种啊新的看见，你会被提升，被提升，你会感谢主。无论如何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为什么啊？就是你不能，我是为着众教会的，你一定要为着地方教会，你要 very selfishly 为着地方教会，你要 very generously 为着众地方教会。当你 selfish 为着地方教会的时候，每个弟兄、每一个姊妹经过我们，都得着成长，都得着成全，都得着合一的帮助，都得着合一的培育。所以有一天我们很大方把他们送出去的时候啊，他们真有用。服事主的人不能太精明的，服事主的人要傻的。你看我不是很傻吗？你们阿们不阿们？几乎没有人不能欺负我，每个人都可以欺负我，谁都可以欺负我，我都吃啊。不能太精明，服事主的人要稍微不精明一点，傻一点，要学习会吃亏一点，会更有用，那人就会大起来。中国人不有这句土话吗？有容就大嘛。你可以把容，你可以容容，如果你碰见事斤斤计较，你一定小。连做工也这样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样，你一定小。你有容，你什么都可以容下来，它就会大嘛。你记住啊，在你所在地方，你要尽心竭力，完完全全，主啊，我绝对不能放弃任何弟兄、任何姊妹，我要成全他们，我要好好的建造我所在的地方教会。当我只要尽力建造我所在的地方教会的时候，我也很清楚，我所服侍的这个教会，我侍奉的这个教会，一定是连于众教会，一定是和众教会在一个交通里，然后我们一同啊，要来把主见证出来。主要得着什么？主要得着教会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的托付，基督和教会。但是教会的显出一定在地方教会上，所以主要得着教会，教会要显在地方教会上，我们的劳苦一定在地方教会上，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劳苦在地方教会中，懂我这句话吗？比如说今天我多多少少是劳苦在一些地方教会中，
我们大家呢，大多还是劳苦在我所在的地方教会上。我在哪里，我就在那劳苦吧。当我这样劳苦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啊，你一定要注意啊，要得人；你一定要注意啊，要产生人才；你一定要注意啊，要有生命的丰富。反正你记住啊，我充满我是什么？是主。充满我是什么？是教会。充满我是什么？是我所在的地方教会。那我所在地方教会怎么叫我充满呢？我所注意的是什么？那是另外一些事。但是我在我服侍我所在教会的时候，地方教会的时候，我关心的是众教会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占有我的是众教会，不是我这个地方教会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一同来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。我觉得这些就可以了。求主与我们同在啊，主祝福我们。我就停在这里。 Amen。